啊，今天为什么我来了这里？因为我在网络上有一个 Work Hard Play Hard 的活动。那第一位邀请我 Work Hard 的朋友就是唱片店里的小戴，所以今天要来这里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带你一筐去认识一下专辑，然后去补该补的货，然后达标上架，然后还有帮客人结账的服务。哎，怎么知道有练习？然后就在帮你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帮你的专辑打标，好，对，打价钱，直接这样，直接打，用力，然后贴，哦，对，直接咔啪，就是这样。No， 都有第一次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在里面嘛，原来是外面。外面是要粘。哦，再打一张。那我哦，我知道，这一张我要买，我自己买。但是这张你可以签名。我自己买给自己，我自己买啊，当然要买啦。那如果我要找阿刁的专辑，会怎去找？那我们 Adair 的话，就是在西洋区的部分。西洋对啊。对，然后我们 iDai 的话就会摆在这边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这边有分 A B C D E F G。哦，就是所以Adair在这里比较容易去找吗？对啊。啊，原来唱片是用英文的字幕排练的。你们知道怎样去找吗？那我们现在来做结账的动作。好啊。那，哎，这刚好有。哎，把我买了。你好吗？好啊。看一下条码。要发票。好的。这样一起给客人，然后说谢谢。谢谢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结账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其实我以前都在我在加拿大时候，我爸爸妈妈是开餐馆。哦，我十岁已经开始是结很熟，很熟，很厉害。但是以前没有电脑，就是简单的。对。哦，以前那种我不会用，不会，那种比较难受。我第一次用电脑去结账。哦。7月20号7:30会在邓南成品有一个小活动，唱歌给大家听，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你们啦。